胡子包盖逐渐变成了我高攀不起的样子，第一眼内娱又出新帅哥了。我脑子里浮现了100个明星，都没想过这竟然是杨迪。千呼万唤始出来，杨迪终于来爆改。评论区好多网友说让我来爆改。我的眼睛其实大小大概是这个样子的。我觉得应该能画出的，是不是？好像我最难改的只是眼睛吗？被自己丑笑了。Good morning, teacher. Sit up, please. My name is Yang. 答。有一说一，朱子骁这辈子都没这么上镜过。我笑不出来。精神王子，你妈呀，你这是不当人呢？这是，这王子不能张嘴。我去，你也太帅了，这个角度。冷知识，哥因为这个视频接了部剧。朱子老师还想把我娱乐圈唯一的人脉改成我高攀不起的样子。哎，你这个变化还挺大的，跟其他人爆改有点不一样。我用底子太差了。随着化妆师的不断操作，感觉张大大都变得矜持了。哇哦，好帅啊！大老师好帅，你们公司先进人了吗？手这么一挥，以前咋没觉得张大的声音这么好听呢？呀，点赞越多，权重越高，下个礼拜成功的人就是你。哇，宝子们，点一下关注哦。那不正。当老师遇上东北象牙 F4 之一的谢广坤，两人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？我现在这个情况，你们要给我画成一个什么样子？美男梦里的样子。这个事儿好像真不可能。广坤叔，等会儿就是所有人都会帮你。你话不能说的太大，别人你可以改造我，你改造不了。不信，真不信，你要能把我整的别人看不出来，你就。我感觉这个是爆改最成功的，居然有一种未成年的豪门少爷的感觉。广坤啊，你的手露馅了，谁家霸道总裁手长这样啊？好，闭嘴，别说话，让你说话了吗？记住，什么事记住，我说怎么着就怎么着，这规矩你忘了吗？啊，必须听我的，告诉你，再有一次违反纪律啊，违反家规，别说我把你打入冷宫。当金靖被爆改后，谁还分得清我和易梦玲啊？ Oh my god， 真很牛哎，偶像美女，我真的震惊了，我也震惊了，不是那种动画里走出来的人，不是。你等会儿正拍，你等会儿正拍。谁还分得清我和易梦林呢？谁懂，这辈子没想到还能看到冷妹版金靖。要数天花板，必须得是咱白乔叔。有一种看熟人装无力感啊！喂，快来！